相声呢，两个人表演，四门功课。等会儿再照成不成啊？我说，不是这是演着出呢，得摆什么姿势啊？跟这儿，你说你的，我大大，你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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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。没照完呢，不着急，演完出咱一块儿啊，这个真受不了啊！不是你旁边你一句话都不说呀、啊？怕搅和你吗？你搅和我一个人说了，那就多好啊！那你怎么着到底还得说话呀、啊？当然废话，你得搭茬儿啊！有来言有去语啊！啊，一句一句的呀！不是说我搅和你啊？怎么了？我是怕你丢人。我丢什么人？你看我跟他们照相的聊会儿天，牵扯大伙儿注意力，没人注意你好坏。那我给谁演呢？我这是，你打小你没学过这个？怎么没学过呀？我们从小说实在的啊，说学逗唱都下过功夫。我大段也练过呀。从小你说绕口令、八扇屏、报菜名，哟呵，打小先练报菜名，不就是贯口吗？蒸羊羔、蒸熊掌，这一背一大套。我也背过，这也没什么。你哪学过这个呀？我给你来一段啊，我给你报一个，来一段。怎么了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谁害我？谁害你？谁推了我一本？谁呀、啊？出来！没有啊？没有过来啊？没有啊？哪儿了？往哪儿找啊？这里藏人吗？这里是？有人推我一把？废话，咱别使坏行不行啊？那你说你的废话，你躺下，我给谁说呀？我有西瓜，有西瓜，有什么西瓜？您这叫搅和，知道吗？谁搅和？来来来。